我们是从1835年太祖宗就开始了，做到现在，到我们第七代。我是3岁就开始做了，做了50多年了。以前我们打蛋的时候，我们手工制艾，就这个叫做艾碗，每家每户每人都要用这个碗。我们这个碗可以随便带，装饭、装茶、装水都可以。